扫这个 QR code， 我再帮你跟账号主人拉群，他是可以谈的哦。七十 W 还是可以谈，买个经济我觉得是可以啊。89等，25.9%，七看亏，五猎人微章，七指镰刀，七半套了，抱歉，十七半套，七铁库，七激怒手套，五斗士臂甲，八抗斗，七肩甲，八皮夹克。白金手环，六英雄手环，两颗阿努比斯戒指，两颗五祝福的金戒，欧吉腰带，力量项链，七祝福的蓝耳，七祝福的黑耳，两颗印章都是加六祝福的，加四祝福的力量符石，加四祝福的敏捷符石，换人药是18，伤害是200，命中是219，减免46，哈弗万人药是401罐，伤害吃满，防御吃满。抗魔33罐，命中吃满，减免吃满，血量吃满，抗晕吃满，401。屠龙者是觉醒的，技能也觉醒了，技能是精神之火，45只。大致上乱一下，蓝变101只，这个是没有的，就缺这4只。合成次数紫变是6/20，红变是5/20。花紫娃两只，红娃的话是15只，蓝娃的话是23，紫娃20/8，红娃是20/9。他收藏品是57%、52%，他有红装收藏两组，算是比较高的成本，两组。血量是3380，防御17，命中25，伤害23，减免5，力量9。其他的部分你再看一下。话水纹样强九半圈，火纹样是满圈哈，满圈。地纹样的话是强14、21，风纹样是强82，格兰肯是强九半圈，阴海煞是强九半圈，是3/5，两个绿色配对，一个蓝色配对，骑士一，五红记，五紫记，一金记。他红记的死亡暴击安魂曲有强化二阶段，名誉币还有258万，变身币11万，娃娃币6万，七祝福的神圣金盾，紫耳跟红耳都是加六祝福的，还有另外一个猎人徽章都加5了，等可以合成祝福，还有指挥官的徽章，打架可以换这个。潘朵拉的碎片有58个，变身娃娃碎片有7个，纯白有5个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进来。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真的有想要体验比较高等的纹样，有满圈有经济，我会帮你跟账号主人拉去，那你们再自己去聊。好，谢谢。